梦见掉头发是什么意思？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，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掉头发的情况。那么，梦见掉头发有什么寓意呢？如果梦里的头发又乱又在往下掉，要格外注意后代子孙的安全，子孙可能会发生意外。梦见掉头发是生命力衰退的体现，可能预示身体健康状况下降，也有可能预示你会经历变故。梦见掉头发也说明做梦者的人际关系将会出现问题，好朋友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而跟你疏远。梦见自己洗头掉头发，预示着你要焕然一新，改头换面，想要换个新的方法生活。女人梦见掉头发，预示梦者的感情或生活可能会遭遇挫折，可能会和恋人分手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掉头发，预示梦者会遇到阻碍，最后会被录取。